家好，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我们常常说画画是一个 enjoy 这个过程的一个艺术活动，我们不喜欢喧哗，我们享受一个人的宁静，我们也许会放上一曲音乐，然后按照自己的思路来画自己的画。很多人曾经非常的追求画画的结果，在意别人对自己画画的评价，我认为大家应该放下这些跟画画本身无关的东西，画画就是你自己喜欢的，就要沉下心思，去掉杂念，不要想象结果是怎样的，然后你画画才能够安心于你的画画本身这样一个活动。画画让我们宁静，画画让我们忘记其他的烦恼，所以我一直主张画画可以减少我们对生活的压力，可以去除烦恼，所以让我们一起来高高兴兴画画。